大家好，我是蕾蕾西亚米。大家好，我是迪迪安娜。Hello。我们现在玩的是米奇动物哦，影片啊？什么？现在我们要输入英文名字，跟一堆动物的名字。那当然就是这次是安娜玩，我们就叫安娜好了。Time to line up, everybody.大家上车咯，我们要选第一个动物是谁上车，有好多，这是猫吗？不像没有。那第二车要做谁呢？小鸟，红色的小鸟。第三车要做谁呢？啊，小绵羊。再来呢？长颈鹿。再来呢？好大哦。对啊。最后一个。最后一车要做青蛙吗？他下巴好漏斗，对，太搞笑哦。那第一个地方又可以摆一个气球，我们要选哪个气球？齿轮的气球。第二个呢？是西瓜气球吗？紫色的。再来呢？西瓜气球。西瓜。西瓜气球。再来呢？蝴蝶。蝴蝶气球。阿星。没有阿星。Roll over the music boxes to play the tune, and then click the box you want to hear during your video. 帮选这个吗？好不好？那我们就进去咯。进到一个像农场的地方哦。哇，这里太多东西了吧！首先，我们下面先选一个试试看，好不好？就是丢上去，然后在下面做这一次。Go!色的，它好像是很多的那个动画，然后就可以再增加那个字幕，然后音效，然后再加上那个声音啊，让你变成一个影片。青蛙为什么配大象的音乐？好，这就是玩的，原来这是一个做动物影片的一个地方耶。好，那我们来看看刚刚妹妹做出来的影片是长什么样子，好不好？哦，这是刚刚那个。妹妹的那个刚刚那五个动物啊，现在可以来做成影片。下面是过场的动画，然后呢，上面是声音。狗狗配那个声音，然后换成泡泡的过场动画。小鸟，小鸟，小鸟，小鸟的声音在哪里？好，来狗狗，狗狗小绵羊，小绵羊。哦呦呦呦！然后长颈鹿变成马的声音了。长颈鹿，长颈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怎么一回事，这影片不知道弄出来会不会很好笑。那我们来看看影片是怎样。哇哦，我完了。好，来做做看我们这个影片可以像怎么样子哦。 Go， 嘎嘎，喵，这个换这个，换这个，换这个，换这个。哦，小绵羊，小绵羊，小绵羊在哪里？长颈鹿，长颈鹿在哪里？长颈鹿为什么吃苹果？青蛙，青蛙，好多动物的声音啊！我们看看吧。好，我们来看看哦。紫色是吧？紫色，紫色。这个是再来一次。紫色是看你的。这个就是再来一次。什么？再重新一次。鸭米好了。我来选。选动物。选。长颈鹿，鸟，山猪，猫头鹰，猫头鹰戴着一个紫色框框的眼镜，跟刚那个完全不一样。现在要选气球，这个吗？西瓜，我
西瓜气球，爱心，爱心，还有这个紫色、红色的蝴蝶气球。那我们要选一个喇叭，紫色的喇叭。We're just about ready to watch the video parade starring the animals you selected. When the video begins, click these buttons to add pictures. Click these buttons to add sounds. Ready? Go. Here we go. Go， 一起点啦，我都帮你们点啦，直接点上面好了。大象。大象。大象啊！用啊啊啊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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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噔噔啦噔噔噔噔！这个真的是很有迪士尼风格的影片，这个声音。好。好，结束了。我再看吧，看看这个吧，这个。With the pictures and sounds you added, click here to start the video parade over. And when the video begins, 是有没有大象象？结束了哦。好啦，就是这样子啦。有没有很多啊？好，爸爸来说故事，你们按爸爸来说故事。好，首先第一个动画是大象在一个草丛里面跳出来，米奇拿东西给大象来吃。接下来呢？长颈鹿米奇骑在一个长颈鹿上面，可是长颈鹿就吃着青苹果，哎，太神奇了吧！红色的小鸟喜欢唱歌，然后呢，下一个哦，猪猪都在坐摩天轮，好，高飞把这些猪猪带下来喽。最后一个猫头鹰，猫头鹰哦，这个跟他们说拜拜啦。结束，这就是这个动画啦。好啦，这就是这个全部的游戏啦。那我们就要做什么？拜拜。